쏘라! 为什么不开枪？开枪？刚才那家伙，他是……爸爸，冷静一点，他开枪。闭嘴！哎，老哥，有话好好说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正规军少校马可罗西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不必了。爸爸，要走了吗？你先回去。你不和我一起吗？爸爸，你已经出来很久了，就不想回家看看吗？ 我没有家，在找到四象原石、消灭那个恶魔之前，我们都不会有家。爸爸，爸爸。